顶着不算小的雨，大批粉丝甘愿变成落汤鸡，因为大陆明星歌唱真人秀比赛27号就要举行总决赛了。今年的帮唱嘉宾个个大有来头。陈奕迅、陶喆、信都是本届比赛的帮唱嘉宾，态度不同于竞赛歌手。陈奕迅一走进喉毯就开始耍宝本性，跟粉丝玩得不亦乐乎。唱歌应该不要有压力吧？我也，如果他们有压力的话，就不好玩了。湖南卫视这个歌唱节目盘踞大陆周五晚间收视率排行榜冠军，当中唯一的台湾歌手阿令在大陆的知名度也跟着水涨船高。我一直保持着很开心的心情，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就是很顺利的然后唱完最后一首歌曲。现场支持的粉丝仔细看还不少阿令的歌迷，他们说其实在比赛之前根本不认识阿令，后来才被他的歌声所吸引。虽然强敌环伺，但相信台湾歌姬阿令会拿下冠军宝座。记者吴明山、陈建安湖南采访报道。